音乐之河。听众朋友，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又到了这个十二月份第四周的这个礼拜四，所以呢，小鱼儿同样又把露露邀请到节目里头来跟听众朋友做这个歌曲的分享。那么节目开始，先请露露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Hello， 露露。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小鱼儿你好。小露露第一首给我们听众朋友所准备的曲是哪一首？嗯，那听完这一首歌曲，相信接下来露露要给我们准备，应该就是真的很舒服的音乐。说的太好，这个音乐其实是我们节目好朋友有提供的、哦、叫做 George Jones、他是从首都华盛顿 DC 那边来的、他跟他的乐团、哦、今天演奏的这条歌、叫做 I don't know what time it was、他本身是个爵士的老师、那 George Jones 他其实在 这个曲子里面他是打鼓的、打鼓的，可是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强烈的鼓，因为这是个很轻柔的音乐，因为本身就是很柔和的音乐、还有一个贝斯在后面叫做 Leo Lucini、他做贝斯手，然后还有一个叫 Eli Staples、Eli Staples 他是 piano 手，三个人合奏的这条很柔和的音乐啊，就是变成一种其实有融合各种文化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呢就在一起来听这一首今天的节目里头最后一首歌曲，相信呢应该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又可以慢慢进入梦乡咯。朋友在欣赏这一首曲子的同时，今天节目又接近尾声咯。那么其实今天也是在今年度小鱼最后一次把露露邀请到节目里头，过了今天这一集呢，可能就要等到明年的这个一月份第二周，我们才可以再继续听到露露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些音乐。同时呢，哎，今天露露虽然没有准备真正的这个耶诞歌曲，但是也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曲风以及呢整个感觉非常类似的音乐，非常感谢露露。Special thank you for our musician friend, Hartrison Stamper from Germany, and、my good friend George Jones from Washington DC. And I know you live in the、Maryland. And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beautiful music. I talk to you guys soon. Bye bye. 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明天同一个时间，我们音乐盒再会喽。拜拜。